煮这个。有闻到香香的味道了。蛮好吃的。大螺的。装也好，就不用有垃圾了，这样子直接一袋带回家。我刚刚离开后啦，那我现在要去好市多帮我儿子买一款生日蛋糕，因为今天是他们的生日。然后听说好市多有一款水果蛋糕好像做得还不错，所以我们这次想要试试看那个水果蛋糕。啊，相机放下面，脸超肥的。很 lucky 的停爆车位。我好爽啊！突然间发现我们家的小朋友衣服都变大蛮多的，之前都会帮他们买这种小朋友的衣架，现在好像都用不太到了。有时候就是觉得这样子养着养的小孩子一下就长大了，这种小衣架也用不太到了。因为我朋友来，等一下就问他们有没有需要，等一下帮他们洗一洗。我没有买那种专门晒浴巾的大衣架，然后直接因为这个比较薄一点，然后有时候会软掉，所以我就直接用两个衣架这样子晒。因为有时候大衣架可能我会觉得很 K， 因为我们这空间已经很小了。这边累积了两天衣服要折一下，我待会回去化妆，再订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餐还有饮料，然后差不多就是我朋友到的时间了。
开始，自动开瓶器。哦，是哟。哇！哎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你手要扶住下面。哎呦，小小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哦。哇，我有蓝莓，这有多爱喝？来一个这个小米的红酒开瓶器啦。然后他说倒啊，要倒到这个平面有没有？倒红酒最好，这样清酒。闻到香香的味道了，刚来看一下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大蒜面包，妈妈的技能之一就是铁砂掌。哇，哎呦，这它早餐啦，好吃吗？来吃面包，快点。那我吃不下，再吃一咪咪。再喝些奶，对，豆浆吃饭好吃。你先吃一块。那像面疙瘩，小小块，现场削吗？这么焦化，这个钥匙圈，这200，这个160。
因为第一大楼很高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地震啊，或者是那种台风的话，它可以稳定这整个大楼的稳定性。今天的晚餐是我昨天就已经煮好的红烧牛腩，我等一下会把它做成一个套餐。加一点太白粉去勾芡，它等一下就会变成稠稠的。